祖坟转发落马，随顺众生机，教化灭烦恼，普令入菩提。祖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祖坟，都是同款。一念心为着将伊觉悟的道理，也欲转这个法入众生心，这叫做转法轮。法都亲像链啊共款啊，车有链啊，伊就会走啊。同款的道理，咱心若有法，就会当精进，指导咱不只是精进，也搁到精进的方向，爱准确，方向爱正啦，这就是佛陀来人间啦。知道我们的方向，众生根基啊，都无正直，因为古来习气重啦，各人的习气各不相同，所以佛陀啊，爱随顺着众生的根基。应机教化，希望众生真多这个烦恼啊，安怎来解灭除烦恼？人间的生态啊，无量无数，个人的环境啊，个人的造物啊，个人的。习气好有真多呢，都是无同，这么多无同的烦恼习气，这必定爱闻佛法啦，了解呢，看会开人间世俗，从人间世俗。对着佛法，佛法来解释人间世上的道理，予咱会当心开意解，当着什么款的烦恼啊，自然呢，就会当通彻一切的道理啊。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不管世间有偌呢多难过的关卡，只要有法，那么不管碰到什么款的困难的境界，只要心中有法，就会当度过迄个难关。这就是啦。教化，教化用种种的方法随机呢应教吼啊来教化众生，希望人人啊会当普令入菩提，是觉悟啦。希望众生。转迷为觉，那就是佛陀来转法轮上重要的目的吼。所以，咱爱用感恩心嘛，日日勤精进，用心修法吼。这个法，咱爱个接受，在咱的心里有什么代志？咱就会当及时应用，
转烦恼成菩提。所以正面经文内底啊，就讲未来自世尊具足无忧量啊，是诸如来等亦方便说法。这段文的搁在正面的文是过去诸佛啊，现在呢又是搁讲未来自世尊，这都是表示过现未来啊，所有的诸佛菩萨来人间都是同款的转法轮，转法轮啊，真长的时间都是爱用方便法，这些佛佛都懂，证明是安尼讲吼。现在呢，再来就讲一切诸如来呀，以无量方便度脱诸众生，入佛无量地。若有闻法者，无一不成佛。这段文的开始呀，就要来甲咱讲，一切诸如来出现世间啊，就是要用种种的方便教化众生。众生的根基呢，是拢无正者啦。除了世间啊，真多真多无量数的苦恼烦恼吼，真多啦。但是啊，想要修行的人，要求法的人，同款根基嘛真无正者，这种落实难题啊，真正呢。乱无好的习气，要叫伊改治呢，真正嘛是有困难咯、哦。所以啊，佛陀啊，为着要改治遮个人困难的这习气，真正是真无容易。所以如来必定爱运用彼地。彼就是不舍众生啊！一旦呢，众生无平安，人间无平安，这个时阵的苦难，必定呢，爱有人愿意投入。所以，这种的悲心，这必定爱贫足温彼啦，咱来贫生着迄个足。让人人可以平安，让人人可以心安，并这个主也还都要运彼，要运用这个彼心。众生就是难调难合，这就需要咱，你要爱他平安，必定要调合他的刚强的心，必定要启迪他迄、那个烦恼、忧愁，迄种心啊，拍袂开，即种的人，互人人会当知影，人生苦难本来就是偏多，互人人会当知影，自然的发生呢，生老病死啊，这本来都是有的。那因缘果报呢？那是发生的事，要安怎去转变这个因缘果报？所讲的转变，是要让大家知，你既然做因呐，必定是得果。果报来时呢，要安怎善解转变？吼，让迄个真困难
心难过啊，要安怎可以度过这个最困难、最难过的烦恼？那这当然都要改掉伊的习气吼，这种执着烦恼习气那无改掉啦，这种的困境难关都无法度好过，所以要度过困境难关，那就是爱用比的智慧，那爱运比，所以主甲比呢，一定爱平衡行啊。也那敢若讲大主欠比啦，那都无法治。众生一旦呢，这个习气受到苦难的时，那会苦中加苦，所以佛陀来人间啊，一直要传法教导，因为佛陀知影，法虽然已经呢，降魔，啊，已经呢面对着众生，再搁较安怎，时间都是短暂，所以佛陀知啊，自然法则啊。几十年了后呢，伊嘛会起灭道啊。那么灭道了后啊，这个法一定爱有心来修法的人爱接受，爱继承不断传承落去。这就是咱常常伫咧讲法灭爱传承。所以这位要传承法脉啦，那就是素无良师嘛，啊，佫都爱来修呢，素弘誓愿，必定爱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不只是家己爱主动，也都爱誓愿度众生。不只是家己断烦恼，也阁都爱使众生断烦恼，弃敌习气，这呢叫做慈悲啦。所以咱常常讲，秉烛云悲吼，秉承着迄个烛无悔的心念来运转呢，这个。悲心会当永远无有恐惧，无有烦恼，无有埋怨，安尼呢为众生导入吼，这是佛陀啊，一切诸如来来世间的目的，就是这个大因缘吼是。修行、感悟、说法、传法，就是希望这些会当不断教化众生。知啊，因缘众生啊，人遐尼多，这种的根基呢，落实真难得。所以呢，爱专心对这个愿意修法的人，爱不断传法落去。不过呢，修法的人啊，还是无正确的根基啦。所以讲起来。祝福啊，要来化度众生，真正改地习气真难啊，无简单。但是呢，坚定的心，如来还是爱必定，有无量方便啊，
是众生的根甲基础。就亲像讲人生啊，难免的过去唔知结啥物缘，有怨憎会苦，有爱别离苦啊。来甲咱斗阵的亲人，是要予咱折磨咱的心，一定呢无法度好。有孝父母过来侮辱父母的吼。这伫咧一世人啊，为囝伫咧拖磨，真多啊，心要安怎解开？也有呢，是真友好的囝，但是呢，缘真短啊，做爸母的要安怎接受呢？这是人间啊，真多呢，最大的疑题。迄、那个问题啊，实在是足大诶吼！咱这个大团体啊，嘛是有安尼，会去当着安尼诶代志，平时拢伫咧辅导啊，辅导一般受苦难诶人，一旦呢，家己若拄着诶时呢，要安怎？当然啦。就是发心互相啊，这对主核心更福田平时呢，就是祖先对啊，为万族啊，拢是为人间啊，安尼呢，伫咧敬福田哦，也那是当着代志的是要安怎呢？那都爱及时。慧根深得菩萨道，那这就是咱平时发心要安怎互相呢来增长智慧，发心呢要安怎互相呢及时提醒甲抚慰吼。咱伫咧扎会时呀，慈悲那就是俗亲呐吼。就咧讲起了伊的心得分享，意思就是讲，有安尼的发心发生的因缘，伊会当及时发入心，因为呢，伊平时啊，伊修行已经真久啊，真资深嘛，干部呢多一种的干部，伊拢做过啊吼，所以啊，从组长啊，一直做到呢，种种对甲组要合伙，种种的功能的干部，所以伊对法真正是足入心哦。第四十周年的时，咱的四十周年啊，的资料要去给整理起来，大家人约好呢，伫台。所以啊，在那个中间，忽然间接到一个信息，有一位师兄啊，一件，这个师兄是张庆峰，伊是上山区的主心队啦。伊一个囝，单独一个孤囝尔定，这个孤囝呢是遐尼正优秀，遐尼正友好啊。迄一天上班，
的路中嘛，发生了一场的车祸，送到咱住这病院的时呀，已经呢无有生命的迹象，抢救无效啦。这个中间，咱都知影是孤囝呢，父母的心嘛，咱应该会了解啦。这个中间，慈惠伊赶紧啦，去改看，发亲抚慰呀，这种的及时啦，随时应机助轮菩提金啦。伊看到张居士，就问伊讲：“师兄啊，起码都爱心甲心安定落来。你想现在你要安怎处理？”张居士就甲伊讲：“都既然无法度啦，啊，起码已经决定呢，要甲伊器官关啦，器官啦。”会用的器官，他就把它关出去啦。现在讲吼，目睭、眼角膜、甲迄个骨骼、骨啦，拢会当关啦。此话就搁再甲伊问讲：啊，师兄，啊，你对对方，啊，你有想要安怎处理？伊回答伊讲：啊，好法律。去处理啦！这个时阵，那慈惠就赶紧呢，就甲伊讲：师兄，你这当阵啊，爱记着，爱知影业力啊，现前的事，咱爱用因果观呐。这代志已经是发生啦。因缘果报呢，咱爱清楚。这当中上重要的呢，爱赶紧为子造福缘呐。烦恼来时呀，咱都爱用因果观，这因果生灭法啊。师父常常跟我们说的，这个时候就是要赶紧拿起来应用啦。就这样跟他说啊，张居士呢，他这样听进去啦，他的心这样定下来，到达这个孩子送进去开刀房取迄个器官啦，该会当捐出去的，拢总呢，该取出来了后，拢总好啊吼，处理好啊啦，安尼呢，塞出来啦。这张技师呢，赶紧甲囝的身躯边去，掀起了伊，一面吼，对着囝安尼讲啊。囝，你爱记起，对方是毋是故意的啦？你爱放弃了迄个缘甲分啦？你即当阵爱用你的心、爱心，你会当救真多人诶！你用这个爱心啊，一切都是因缘果报。唔通心中带着恨，唔通带着怨，你爱知影，你已经救了真多人。安尼甲囝讲啊，这囝都送出去啦。迄当阵，伊讲，当伊甲囝讲话这个中间，伊家己的心呢，也已经放开啦。从安尼开始，甲迄个肇事者，伊都甲迄个肇事的人安尼讲：我袂甲你计较，我一定原谅你。
不过你一定呢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爱改掉你无好的习气，唔通饮酒，开车唔通紧，歹的习气呢，你爱改掉。这个肇事者啊，家己嘛真惭愧忏悔啊，张技师啊，都该抚慰哦。从安尼开始，该牵引入来组织。你想，这种这么这苦啦，这么这大迄个冲击啊，会当呢？伫安尼一句话啦，一分的抚慰吼，安尼呢，改变了两个家庭，一个家庭看开啦。积极行菩萨道，一个家庭呢，是因为对方的原谅，这个家庭呢，会当恢复伊，安尼，唔免受到真多呢，迄个烦恼关系啦，甲心灵的积烦，所以呢，安尼两个家庭啊，化敌为友啊。度化众生，这就是菩萨。这位张居士事后呢，看到师姐，就讲感恩哦，师姐啊，你是我慧命中的贵人。当甲我的囝讲遐的话，迄当阵我的心拢已经开去啊，好会当让我有勇气呢，做出了原谅人的代志来度化人。哈，感恩啊！你是我慧命中的贵人。那么师姐就甲讲啊，师兄啊，啊你嘛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啊！吼、哦，我这世人的生命呢，要安怎好好利用吼、哦？啊你嘛是呢，吼我搁再见识到人间无常啊，互相做贵人呐、啊，对哇、啊？对主何心更福田？平时咱对甲错啦，伫人间伫咧敬福田，也若碰到什么代志的时呢？慧根深得菩萨道吼，这个时阵菩萨道呢，就是安尼爱行落去。各位，咱大家人拢是发心的话呐。经济人人拢无经济啦，则着需要呢，咱每一个人啊，爱殷勤精进，发爱立心，家己用得到，别人用得到啊，这种呢，互相帮助，互相启发，所以爱时时多用心嘛。